趁这个趁这个机会，我怕忘记跟师兄讲一下。我下次回去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安排，就是以这个题目，这个重视这个中医生四十九天，我们就是这个这个往生的前后这些，我们讲这些助念的有很多，帮几位大菩萨，大家都来讲一段。来可以，聚集一下这些经验，有很多重点，然后把它记录下来，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座谈会，可以大家，可以，对，大家都讲，对，这个都可以做成光碟流通啊，可以在电台里头就播放啊，让大家知道这个这桩事情啊。对，因为台中莲社他们曾经做过的。莲师啊，对。我觉得在家里面有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他可以赶快密集的赶快看，因为那个时候需要赶快了解进入状况。这些，假如我们录下来的话，他们可以马上就可以抓到状况，也许帮助他们抓到状况。好，麻烦下一次。我从去年我妈过世以后，我就觉得这个有这个需要，一直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，我想不能再等太久。你像黄波林啊，那个陆基法师呢，还有罗山顶这个这边也是有很多人在家里面有往生的，都很多的那个实力，大家都想。起来。